人潮太多，影响了交通，出动警方维持秩序。 什么东西这么抢手？如此大排长龙，是中秋节必上演的彰化不二方排队之乱。买了月饼不一定是自己吃或者送亲友，更有代购业者赚跑腿费。我昨天晚上7点就拿椅子在这边等了。店家一人限购2盒，代购业者找人排队挤满一车的战利品。这都是今天要交的货，是不是？对。 15颗装的蛋黄酥礼盒，店家卖750，代购业者转手卖1100。一颗原本50块，代购加上跑腿费超过73块。不二方外溢商机，造福代购业者却苦了左邻右舍。附近店家门口被围住做生意，大受影响。每年都会，他们以前还会分号码牌，9点多叫他们就散了。今年没有，今年就知道他们一直排。警方不止一次接到检举，亦有检举就派人前往现场维持秩序、疏导交通。昨夜到今天早上，有2次检举，附近地区平时2个小时一般巡逻，也得加强这一带的秩序。彰化市长也摇头，说是麻烦的制造者。 其实碳基嘛，还有淡薄的社会，这个人啦哦，我想啊，网络的贩售啦，或是发号码牌，都可以减少这样的拥塞。店家没有疏解人潮的措施，任由民众大排长龙。但是来排队的也没有人被勉强。部分民众奇怪的消费观，似乎觉得很难买却抢得到，送人有面子，也仿佛需要抢的月饼更好吃。TVBS 新闻陈志忠、吴淑萍，彰化报道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